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坤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Pokemon 床战，超帅的 Pokemon 竟然跟床战融入了，然后就属性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不会有属性克制这种问题。那不错，那就好。可是由于我不是什么高等的训练家，这些东东都不能选，超梦不能选，迷你龙 ，no， 皮卡丘也不能选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从御三家开始吧。最新的训练家当然是从御三家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比较喜欢小火龙。对啊，我比较喜欢小火龙，而且它鼻孔好大，那就选它喽。Solo， 走喽！等待时啊，怎么才？哦，蛮多人的。我是什么颜色？紫色，深紫色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应该也会有个跑酷吧？有这个吗？这边吗？不是哎、欸，开始，3、2、1，哇哦，紫色的小火龙，等一下，尾巴还有火焰呢，帅，在这，哇，这边都变铁定变成普通球，这个是超级球，金定是超级球，商店商人应该，玻璃为嘴。那应该都一样吧。哪边是中间啊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会，就现在人家看到我是小火龙，不是我本人。就是真的是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宝可梦应该说神奇宝贝啦，我很喜欢神奇宝贝。现在看，有了，哇，爆炸救球球，哇哦，两颗钻石，先回去升一下我们的熔炉。这可不可以拿这个丢他们啊？应该不行吧？丢了收服他们。熔炉是这个吧？有人啊！我的床爆了！哇！死掉了！我没有保护好家里。那是白的哇！他是直接偷袭我们家，可恶！再来一场。一样选小火龙，刚刚被杰尼龟克了，属性克制啊！杰尼，我刚被白色杰尼龟克制了，难怪我会输得那么惨。现在一进来就马上开始了。哇，我变成其实这不是白色，这是灰色啦。不行，我学好教训了，我要先把家给铺好。还是先铺去中间，就回来就赶快把家守护好吧。中间是哪里啊？那一个吗？还是这一个？应该是这一个吧。那就，我还发现哇，原来也有属性克制这种东西，没有啦。熊跳了过来，一颗而已，要有人吗？打一颗，嘣 ！OK， 天哪，呵咻！
练跑酷、啊。哇，那个已经去那个了。天哪、啊，看来那一队要小心喽。哎，怎么变这个？我们先把家里升级一下，永中结石。对，这个不是床，而且中间这个也不能放。没了。嗯，再来再来。哎哎哎呀，摆错就不好看，而且这还难挖。上面就给它垫高高吧。给，就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用了。我可以先要先买铁剑，还是要？哦对哦，这个十二个金锭可以进化，所以我可以从小火龙变成火恐龙。进化了，火恐龙，火恐，火恐，嗯 ，OK， 我还需要一些垫脚石，还需要，那你把铁建好了 ，OK， 然后把物资全都丢进去，重机箱，好 ，Go Go Go， Go Go Go， 哎呦，冲刺 bug。Go！ 哇，蓝队已经要扑去那个家了哎！哇，他已经变成了水箭龟！天啊，水箭龟是最终进化吧？好凶！看第一个抢中间物资好像是最好的选择呢。哎，不过他们家没有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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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下可以去把他们家给挖爆。我们先剩下打人的好了，然后我要直接去挖他们家，因为他们有那个，而且他很棘手，这对手棘手。哎，先丢着。就这样通过他家了。OK， 下去，哇，他好痛啊，而且又好硬哦，打不死。哇哇哇！他该不会要来我家吧？哎，没有，他已经灭掉了。他已经，他刚刚是有被我打下去吗？还是不知道哎、欸？安心，现在中间就变成我来收集。这边只有两颗，还要十几秒，等一下好了，就会有四颗。经过十秒就要爆炸，请小心。那我就去收他的钻石。那个人犯的错误跟我一样，爆炸！耶！哎，一次两颗哦。啊，这边呢？这边哎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就先身上有，先带回去，先带回去。走错了，四颗，四颗，赶快留起来，留起来。现在还剩下三队有床，哎，不，四队有床，一队没有床了。嗯嗯 ，OK OK。哦，六颗，剩下装备好了。然后这个好像是移动速度吧，也剩下，不然移动感觉真的比较慢。嗯，我换一些金苹果好了，金苹果应该是这个，对，没错。OK， 在中间收下，进化成喷火龙吧，冲啊！我的进化，哇，又有了。
吓到，有一点吓到。哦，那谁？那个是什么？快龙吗？不是，黄色杰尼龟。哎、欸，不，黄色的妙蛙种子。种子。红队家还在。哎、欸，这个在店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好，我先回去进化。哦，差点掉下去。OK。来吧，进化成喷火龙。来喽，噔噔噔！哇，灰色喷火龙哎、欸！呜、哦，后面火焰越来越大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没有，那是我的身体。哈哈哈。那么多球球啊！嗯，哇，剩三队了，一队是红方，红方好像不知道，红队不在家里，家里是木头，这个快要有了，我再收一下好了，看可不可以换一把钻剑。哎，这边有两颗，这边有一颗，那另外一边应该也有。红队要去打绿队家，那我就去打你家 ，OK， 就这么决定。然后我拿着钻石剑，然后看一下钻石还没有多的，再剩下保护好了。有五颗可以升吧？哦不，要六颗。好吧，没关系。哎，更强一剑出来吧。哎，啊，铁剑直接不见了。OK。那我需要。砍木头的，所以需要斧头，不够，两个，我需要一把斧头，然后先吃一颗金苹果，从这边底好像比较近，怎么样？还没回家，还没回家。玩下这个就可以了。有，挖掉了，红队爆掉喽！你跑出去外面，你挂掉喽！哇，他们只要自相残杀，我就赢了哎、欸！没关系，我去打你们。哇，红队赢了！好像我再去升一下装备，那个一下。多身体保护，哎呦，发现神奇宝贝有点难砍了，很难砍到对方。要先拿一些这个，然后再用一些羊毛。红队在哪里嘞？红队出来，红色的。好像已经不是杰尼龟了，是进化的。那只叫什么呢？我忘了嘞。哦，在这边，是吗？对，它在这边。哦，还有弓箭。哦，躲起来，那是一颗金苹果。哇，红色的，我忘记它进化叫什么去了哎、欸。哇，有没有弓箭啊？我去换一下那个弓好了。哦，它还在。哎，对哦，可以买技能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买技能啊？买技能，买技能！哦，哇哦，还好我刚刚在走的时候没有看，技能好像是在这个，这两颗，这个五颗，那就升这个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买下绿宝石弓，然后再多买一些剑石，第二个、第三、第四 ，OK。现在在哪里？
在那里。哇，有火焰耶，我再多买一些剑石，然后再买一些金苹果。啊，没中，可恶！现在才中没有用啊！哎，他剩11滴血血。那再高一点。好，这边射不到了。去拿一下中介珍珠，然后就是拿一下大师球，中介珍珠直接丢过去打他了。哇，差一颗，没关系，要生的要。哎，他直接丢去我们家啊，我们家。不行啊，爆掉了。哇，打死了，赢了！哎，阿鹏火龙不见了，可惜赢了。获胜啦！哇，好紧张啊！喷火龙跟虽然属性有克制，可是我还是获胜了。Pokemon 床战就到这边啦，虽然很紧张很刺激，那应该还会有下一次，因为我就三只都给他玩过，我目前玩了小火龙，啊，现在还有那个棉花种子，还有杰尼龟还没有玩，所以就下次由观众决定要我玩哪一只咯，因为我只能玩这三只，不能玩那些。而且尤其是皮卡丘不能玩，不那么可爱的，其实看起来有点高哎，皮卡丘那么高，大只吗？好像没有。好啦，那就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你大大的喜欢哟。还有订阅旁边铃铛，记得打开。还有分享，就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OK， 好去。有问题可以到坤爆粉丝团留言哦。好，我是叶坤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